结束搞清楚这个。是，大叔对。你爱开细腻的，唔通弄着我后生。啊！我救命！别叫，我一边叫。杨宇，你唔然抓住你巴肚内有文金的囡仔，要听我来控制伊，伊想我死就死啦！文金，妈叫你停车啦，跟我回来好不？妈，我是跟你讲，妈若不接受你，就等于无地方才好死，我绝对不放心伊。杨宇，跟着我走。你换到最后了。你看嘛你，不必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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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必就要老明芳的孤囝，咱台北企业的接班人，还有为咩咧？老母在洗碗，老爸在走道，两个家庭差这么多，你要给他接受啊？对我死啊！好，你固执，我嘛真坚持。我的后生，妈的我的孙，你若不想办法把伊找回来，我一世人拢唔放你煞。有你，都是用鬼蛋拢变起来，人一定甲做上来。是。哦，啊，侬才可恨老爸啦。啊，你那咧青米煮食，帮骨强要甲你拆开，啊，皮车皮啊，向暗家发生代志哦。啊，骨卡安怎讲哦？迄巴肚内囡仔嘛是伊的孙呢。不要，你给我干嘛？不要紧啦，金胎不怕火。小罗头壳连菜香嘛无，这休困啊！来，阿姐，阿姐，你放心啦，这间病院的医生哦，介老呢，我做送件都嘛来遮呢。你有囡仔无？无啦，才有新娘。嘿啦，嘿，内面直接说起来啦，阿伯换到一双破衫呢。原来你是双破衫啊！啊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咧办桌的，我做陈万忠啊，啊，即阮某秀红啦。迄手柄啊吼，伫我咧甲斗三工个啦。但是多谢你讲究呢，啊若无，阮两个即马毋知变什么款啦。三八啊，你讲安尼，啊，是讲你去互恁老爸赶出来，啊恁两个敢无办结婚啊？阿伯，叫我赶出来，当然是要办结婚啦。你敢问这个事情？哎呦，歹势歹势歹势，无要紧啦。虽然我即马还袂甲出一门，啊无将来我一定。下回就正式的婚礼，不必啦。是嘞，我受委屈啦。袂啦，只要会当手牵手，逐天甲你做伙，这就是世界上上幸福的代志。我男人愿意去相爱的。我根本就无爱你。是啥？哦，啊，对了。
啊，你吼，甲纪言宏看出来，敢有地通去？无吼，无要紧，来我遐。咱甲纪言的弟都你熟悉吼，哎，这就是大家有缘啊，对无？啊，恁某甲阮某拢平平有心，阿摆两个走人，若要来检查吼，嘛较有伴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啦，行行。好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派所在就影啦，阿摆去。好啦。就是咱结婚的时候，可是恁家人收反对，你敢做我怎？嗯，我怎么头壳歹个？哎，你无看安尼用皮车皮甲会飞起来，摔到大坑细里，哎，迄会疼呢。哎呦，莫安尼啦，去组团啊，讲歹要安怎啦？餐厅进不出，餐厅进不出啊。应该啦，出一支嘴也袂用讲大大小小，慢慢。嘿嘿，嘿啦，阮慢慢啦。啊，借问下卖茶米的顺天啊，唔知有较牛无吼？啊，等你那熟识遐久啊，伊唔知捌甲你开嘴讲会改。哎呦，头家啊，人顺天遐可是歹势。哎呦，哎，好刚来啊！哎，老师，咱即摆吼，先对迄个鱼缸来，我一挂货买一摆，拢好料的啦。啊，恁走人甲阮走人拢有心吼，甲两个有心的走人好好啊布置。你有心的人，再甲等一下。什么啦？哎，你搞哪？什么呀？你拄啊现金没？哦，这。哇！大哥，你怎使客哦？你是咧钓狗哟？买货啦。哪有这多钱？哪无？阮家己欠5万，啊，渔会那边佫贷13万，啊，佫加这2万就拄啊20万呢。哦，头家娘一定唔知影，知影你就惨。惨啥啦？这个生意3成本7成利，较济我嘛敢甲伊拼，那是无才调尔呢。我陈万忠哦，真看看这个要翻身啦。车顶加油，咱出来外口等，哈。啊，但是来这是要办什么会啊？煞不知阮翁共食一挂豆花，阮来这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头家。哎、hey, ，你刚看谁回来哦、喔？回来啊，直接。好好好。啊，二十万，来。有你哪点货，我点钱。秋叶，车紧开过来。哦。大家娘，大家叫我来开车。哎、这位上来，我来啊。哎，还钱没有？安怎样？这是招数，厉害。不，也不招数，你念着人。妈啦！大哥，妈啦！大哥，你真真没去了。哥，你是念我要冲他？别走，别走，我无招数啦，你念着人。爹，妈啦！你念我哪边冲去啊？来来来，别动别动，啊！来了！老娘是怎么做呢？这个头领啥个病？担心起来就我来想办法。我跑了。那这久啊，那无消无息，咱嘞，啊，你老先生，你是有够多人阿妈来救出来，要急死啊！哈。文杰爸爸是大企业董事长，熟识人真多，应该有办法。我一开始就感觉迄批货都有问题啊！抬头先，你有人做了，真生意哪有人咧做的啦？啊，好好货哪有可能卖遐俗？顺兴啊，你是阮阿伯的好朋友，可你有怀疑，你阿伯该主动啦、啊。
那会无？我咱有嘴讲甲无耐都唔相信，啊！唔好你家仔讲，我钱拄好回转去落讲，啊！若无伊啊，我要拖落去投资咧。小王，对啦，你讲得真对啦，我哦。惨啊！把那自细汉斗阵大汉了，我无尽着做兄弟的责任，我无敢动我，我实在真该死我。不紧两个，还是应该。阿哥，你安怎啦？你真正我用要烦恼死人了。夏总讲，这摆你入去哦，包括用关系无人出来，啊，无你家仔怎会老神气？太有够力嘞！老神哦，我是你，李顺英。我叫罗文清啊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阮阿妈的好兄弟啦，啊，这边做难，这多谢。别啦，别啦，别啦。是哦，我知你今麦做生气的，但是你唔通忘记，你今麦有新的人，先莫发性地，性地咱甲牵起来。等囡仔若生了，看袂阿妹拢不要紧，我予你妹一世人。你今麦身体顾好吼。你家己来看咩路？你好心挽救住我阿伯哦，为着你家己啦，我绝对袂阁做这款这么糊涂的代志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一家伙平安团圆是这么欢喜的代志，你两个莫阁哭啊啦。很好很好，人讲哦，仙人跑各有时做，啊，脚步打叉啥人无？阿伯啊嘛是为着这间店、这个家，啊，唔只出去甲人咧拼命。钱到位拢叫没收去啊！唔呐，安尼呢？迄内底吼有头家欠的5万块，还佫家己花贷款的13万呢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是你啦，阿爸我才较骨力赚的啦。我这寄钱簿内底啊，还佫30几万，你先得用。无，别安尼，别安尼。这摆是好家仔，拢你咧甲我走账咧，啊无，甲即阵我互扣咧内面啦。啊，我即摆是一箍溜溜啦，啊无，照你讲，我是爱好好啊报答你啦。你一定有这个机会，叫你肯放袂，一定会出头天啊，将来赚大钱啊，这个我都好。哦，无啦，袂用你啦，咱安尼非亲非故，我都袂用摕你的钱哩。咱非亲非故，你嘛是感觉甲救转来厝个，对无？救人本来就应该啊。那谁讲诶？你嘛会当卖菜包做你走啊？咱无熟识，你就当这么热心甲斗三工，谁我就袂当提钱甲你斗三工。啊，迄无共款啦。咁就一定要请人才能接受。对啦。无，要创啥啦？你若无气焰哦，咱即马当天就做结拜。咱若是兄弟啊，你就接受我斗三工对无？陈万忠今仔落魄到这个地步，你无气焰我，阁要跟我结拜？我讲无，倒在大路顶时，你嘛是无气焰吧？参像你这么有义气的人，我这世人拄到，除了顺天以外，你是第二个。拜！小弟，哎呀，
嫂。哦，相反，哇，真棒嘞！那我阿爸呢？吼，厉害无什么黑波啦，都是这波导游家的结的。这样的胖逛逛逛逛胖，多一天胖七天，阿阿婆来吃烧肠 Q 头肠。妹妹，你甲文金做伙，阿不结婚，阿不请人客，你敢袂怨叹？袂啊，那会，大家会当甲心爱人做伙，替伊生囝，过这种平静充实的生活，这已经是世间上上幸福的代志。文金，你敢拢无想要回去厝看卖啊咧？会啊，不过阮爸若无要接受回避哦，我甘愿四界流浪，只要会当永远甲回避做伙，我就心满意足。咱恁去遐边做事咯，透中昼日头炎热咧，你着走来我遮泡茶。茶是一定爱啉啦。我是要来甲你讨红包诶。啊，怎么讨啥红包？阮某是要甲你讨媒人礼啦。啊？安怎？你不介意阮秋萍啊？哪有？这当然嘛介意。哦，有介意就好啊。对啊，啊像你这间茶店啊，敢毋免一个查某诺？茶店啊，你讲个对，茶行啦，茶店啊。哈哈，啊，拢同款啦，总是需要一个查某人甲你斗三工啊。啊，两个阿嬷若闲哦，坐伫茶园，挽茶唱山歌，搁用米咧茶丛下骹做山鸡，偌好咧呾。秋萍啊，你嘛来？秋萍啊，免歹势啦，我甲阮爸啦吼，做你后头厝，好你靠。头家娘。哎，你看这两身啊，坐坐的偌舒服嘞，袂输敢那我阿妈那手落菜迄个顺时腿裤，真下味。嗯，我当然戆戆笑，啊，唔去求婚。记得啦。你敢唔要嫁我？人等这句话，等足久的呀。哎呦，阮早起满月红灯来啊哦！这顺兴佮秋敏吼，我那真奇怪啦，早都甲讲今要请人食油饭，还佫走转去做茶，因无食福啦。来，好吧，马总，我给你。嗯。啊，文金啊，甲你做兄弟啊，真正有价值。恁囝加阮早起加要几个月，照讲伊也先做才对嘞。啊，恁下等甲伊到啊，才斗阵做。阿妹啊，都参像你讲的，咱哦，都敢来一个伙仔。所以趁今日满月哦，我要收伊做客走行。这条布链哦，是阮爸妈拍给我的。做细汉哦，就是挂即马，即马要送我客走行。妹妹，你真好气的哦，有爸爸妈妈笑，还有客白客不听。归去啦，要亲戚一下较有力啦。来。哎呀，下摆阮查某囝若甲你有缘吼，啊，就嫁你做某啦，哈！我也是无知啦，像恁老爸讲送挂链啦，啊，我送一支组团的卡啦，把我所有的功夫拢教予你，予你做一个吼上赞的总铺师，爱好好学啊，啊，无破脚寸哦吼！哎，王姐啊，啊，恁就代替恁囝甲恁新妇小铺一个讲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等我来一下。
舒服哟、哦。雨碧，啊，你想怎？无啦，这几年下来，我甲文清本来爱四界流浪，好佳哉，有阿文兄，还佮有秀红姐甲阮收留，即摆咱两家伙啊，佮会当加亲情。我实在是足欢喜。是啊，只要咱一家伙会当做伙哦，都免惊人惊啥呀。因为你知影讲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哦，你陪哦，一定有人支持，对吧？对嘛，嗯，阿无兄弟在做假哦。所以这种欢喜的日子，唔通老白晒。嗯。好。哎，秀华。嗯。我走卡遐油饭好啊，咱都来分分哦，厝边隔壁的。好啊。哎，今天唔到回避不？无咯，这阮惊晒了，啊，拄满过就要互切油烟。我怎样？你有看到那一组？我也是去欢乐。敢免敲着电话通知我这做阿公的着？爸，你这我也算对不对？你误会啊！我哪误会？你条破脸我敢会忘记的着？就算讲你还有心，想用咱老家这破脸啊，我你来心上。有你，爸，加油！这什么意思？你要钱让我去找，你的家己呢？搞到你得去。那你回避嘞？我的话无可能改变，这个找也无可能。但你咱老家一卡步，再连讲，你听老家生一个孙啊，也收钱给伊，应该有够哈。我不爱，阿伯，我不爱钱。对我来讲，每间间囡仔是母家，就算讲你替全世界跟我交往，我嘛不爱。阮是一个伙啊！你莫看你共拆散，莫唔对，你若无分回避一问，我是无分该转去。我唔是来跟你参详，嘛唔是来跟你冤家。我来目的是要带阮囝甲阮孙转去。哎呀，真的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。阮爸脾气我上了解，伊今日无我带转去哦，绝对唔敢问。拜托，先找囡仔去路过找找囡仔，我甲阮爸讲清楚了后，再去找伊。好。不行。回避，你要创啥？我跟你做伙去。回避，你替阿爸遐，我才放心。我不爱，你唔是有讲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咱拢绝对袂分开。哎呀，阿嫂，囡仔就拜托你啦。你放心，囡仔我顾较好势好势，阿你家较注意咧。细弟啊！阿妹啊，你走！
你进去啦！你要走倒去？小林已经去接你啦，吴英，搞怎个？爸，我个性跟你同款个性。阿妹，这是阮一家伙啊。阿老婆，我真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。你这条命是我给你的，我会当将我所有钱拢给你啦。结果你跟人讲啥？对不起，你想我哪只尼样？爸，我嘛无愿意安尼啊。你别过吧，你现在不用替我来回避的心，对待这个我的恨意是安怎？我当然怨恨你，你就细汉啊长大汉，我这么乖卡，为着伊才变成这么不好，为着伊啊，你温柔欺骗，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我老命我的囝，完全毁在伊的手头。你讲，我现在不会恨你，爸。文杰。阿伯，我知影是我唔好，啊，不过你敢会给我一个相聚的机会？就算讲我是一个凡人，你嘛无需要判我死刑嘛，敢唔是？我求你，算我求你好无？求你先找我家门去，我求你。喂。我求你，求你成全我个回避啊！你安怎成全你？伫我心肝内，早就怕这遭死刑啊！既然是安尼，我更加不可能对你转去，因为你根本都唔知什么是爱。你的心肝内，我不过是一个家里红仔尔。你竟然这么生气，不是因为你后生有任何改变，是因为你的关系骄傲，还佫自尊叫我爸爸去。干什么你？我是唔知影，一个唔知影爱的人，是变成判死刑。不记。你看我给我，我是你的老爸呢，我唔是你后生，我是虎皮红仔。我即马。都不出去离开这，快些，就快。这世间只有我当高夫人，无人会反背我。你既然无做我好心，我来叫你我怕死。我啦！快点！大哥爸！你别搞怕！大哥爸，你敢怕死啊？你别搞怕！敢怕死？等住，休息。Thank you.
秀王，秀王，秀王，秀王。你是中山兵，是咱的孙，我救住，我定将救活我。都是你我是管错，狐狸，都是你救我，我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可怜囡仔，你是要怎开口？你都是还是爸母的用手管婚的，我不管叫你管婚的。你住，把狐狸送边头去。狐狸。丁玲，唐书记，已经电话这么多年了，今日收你做我客囝，你甲民主免订婚，即时结婚，为着开始，我的孙，就是你的囡仔，
我绝对袂让伊安尼无爸无母。从即马开始，我一定要给伊一个正常、幸福、美满的生活。你讲啥哈？我啦，我，你家己讲你是猪哦，我唔是讲你是猪哦。你讲。哦。哦。哦，我的腮你好。哇，这疼呢！阿叔当然疼，我来给你拍起吼。你好，阿叔当然，这阵几点嘛哈？咱别人是咧透早四五点就起来咧无闲，啊！你四上车，我你甲困到即阵，无啦无啦，我甲你牵落，我好办啦嘛，我甲你牵落。好啊，来啦！伫内边啊，听你伫咧喊到大细声，八百一百块，让你赶时间，哪个有时间伫咧骂囝？来，先生，对，今年大兄到三江啊，进去啦。好，等下啦，这坎仔起来啦。哦，我咧讲，这坎仔是你若讲传落来，你若甲我拍见，你就知死，知无？知啦。你家己看哦，性侵啦、性婚拢是你的巴肚生的啦。安怎？无你我会死你？好歹嘛是咱家己的囝啦，是你家己偏心啦。文钦生性格就心肝宝贝囝，咱囝狂囝、戆囝，敢唔成囝？退啦！莫遐歹啦，啊敢袂啊哟？呾人性格哦，乖骨骨啦啦，啊迄无听甲明哩。来，生意哦。姓邱，啊，你来即马才起来啦？好啊啦，卖念啊啦！来，阿公阿卡，卖我白坑。较细字个啦，这是咱家祖传的，爸爸上重视啊。若是胖无，你就知死。我知啦，讲几啊百遍啦，自细汉听到大汉，我拢晓背个啦。好啊啦，卖找两斤斗三工啦。大家拢困遮晏，会滴哦。我若是滴，你就是迷你滴啦。你这是滴啊？那个亲戚弟啊，咧透早透了，就咧冤，就咧冤安怎啦？小姐，阿嫂，小姐，阿嫂，乖，好做囡仔袂变歹。啊，恁爸咧？伫内底。我来找。嘿。卡手卡咩哈？囝仔百外块倒咧，敢那会晓结算现少啊？要结手面呀？哎，我知影，去斗三工。新杰，我甲你斗三工。面，我来就好。来，我来啊。小号照过哦。好。今日要做吼，就好去做，咱莫猜伊。阿爸，到后遐少年去无用就好啦，先泡一泡啊，再出落。性命遐好，透早就去啉茶哦。酸白，人讲早茶暗酒，透早啉一杯仔茶嘞，精神百倍，用敢那明明敢那好。得着，唔惊你爱无用百外块倒嘞，无啉一下茶要哪用？成品嘞是无薪水哦，直接是食一顿哦。爸爸。外口我迎接你好，我先去你换衫。好，趁钱哦，趁钱哦。他们咧食一顿，一盒一顿都未甲咱食，我换贴都不咧换贴过去吼。啊，因阿翁哦，伫咱家咧做伙计，啊，自细汉就咧教伊咱性格咧，吼。啊，这将来教会啊，你啉茶啦，啊，啉到你唔咧惊啥？着我的某，参我的查某囝去恁遐咧斗三工，我无。讲你讲到我一苦吼，你孤囝啦，一日到暗底，恁性格脚只安尼，行东往西，弄出弄入，讲到恁一口罩哦，实在。爸，爸，好，要吃好了。啊，小蛋。小慧，较紧哦。哎、欸，大家辛苦了。啊，但咱这个组团的导游无早是要来跟人输赢啦。无啦，我大概想到咱要去趁钱，我就足欢喜的。哦，你哦，哈，你看，这就是你生的啦。真古锥啊，是外办。大家听好清楚，今仔咱接一百道的选举刀，办了若成功，佫刷落来选举摊，咱就接袂离。较紧去做哩，知无？
交代应着，我讲是恁囝。在无？在。出发！好，出发喽！我们下不来呀！爸，你也不坚持的嘛？爸，走囡仔，你可以就钱啦。来啦，啊，姐姐带啦，姐姐带啦。咱查囡仔搁伫咧，今麦刚刚风差不多变大汉。店二十多年还在店，行了。你用动起来是要做啥啦？啊，你不看头前有一个人哦？是的哦。行啦。啊！你是要使队啦？对啊，啊，要是直行嘞，你哪倒完？放心啦，我写写咯，会较近啦，下礼拜应该才到位啦。干嘛呢？先生，你紧回头啦，无等下队无，我跟爸爸上去。